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首先，我们来恭贺中华队，暌违三十二年之后，各位世界冠军真的非常的了不起。今天不管是实力也好，运气也罢，但是终究我们拿到了冠军，恭喜中华队！那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。 在我们恭喜别人之前，你有没有恭喜自己在股市里面大获全胜？各位，你看一下我的测标。我们今天再来玩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验证，因为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各位听得懂吗？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我们就来看看我测标上的这些股票，我到底有没有做？各位。 如果说各位真的你在做股票过程当中，你能够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各位，那未来你就每天想要赚大钱。如果你没有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的那个那个命哦，说实在，各位真的，纵使大钱来了，送给你了，你也不见得能够抓得到。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在台湾做股票最重要的，你要懂得心理学。 如果你不懂得心理学，哥，你在股市里面你会很惨。你听得懂吗？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如果在台湾的股市要赚到大钱，你要跟我们一样，真的。你除了我真的除了非常客观之外，我的行动力是第一名的。你看我的测标，你记不记得我十一月十九号那天的测标上，我就说我要买回维银，你有相信吗？ 很多人也不相信呢、啊。当初的报章、媒体、杂志都说尾银不好啊，但是我各位，我十一月十九号的时候，哥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来回操作的神奇力量里面，我们的双红赚了四十五块，红准赚了六块二，红瘦赚了一百四，四星赚了九十块之后，我不是跟你讲，十一月十九号我要买回尾银吗？我有没有跟你讲，哥，你看来 对，这张股票啊，如果哎，这个怎么出突然那、这个，来，电脑出现问题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等一下。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如果你真的你了解，各位你会发现到唯一这张股票，各位今天你看哦，十一月十九号，十一月十九号，各位我们买在哪里？二零六零到哪里？到二零八零哦。结果这一张股票到今天为止。 你看，冲它上来，各位，十一月二十一号，我不是讲吗？我的会员问我说：“请问老师，唯一买在二零八零这几天会都不会动，反而下跌？”我说：“放心吧，可以加码。这两天就轮到它了，有没有？各位，那你看看这张十一月十二号，上个礼拜我们是不是赚了一百三？各位，到了今天你看哦，这张股票赚了两百块。各位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买十张到今天。 你赚两百万，哥！如果你一百张真的很有钱的人，你摆到今天，各位十一月十九号摆到今天而已，哎哥，你赚了两千万，哥，你听得懂意思吗？这个电脑怎么还在出？还在那个进来处理一下，OK 了，好，哥来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你看这档股票今天最高多少？两千两百四十五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看哦。 当我在十一月十九号我买回来的时候，你有相信吗？我买下来买到之后，还有拉回两天整理。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我的会员问我说：“请问老师，唯银在二零八零买的这几天都不会动，反而下跌。”我说：“你放心吧，这两天轮到它。”各位，这就是肯定，知道吗？这就是肯定。那各位来，你看看从你十一月十九号买到今天就好，你才摆几天？ 礼拜六、礼拜天都不要算好了，好不好？各位才几天的时间，不到四天。那不到四天的时间，各你赚这么多钱，你看你赚了两百块，你赚了两百块。那各位，我今天让你看我今天怎么带出，你看我短线怎么出来。各位，你看看十十一月二十二号，各位你看，你看今天今天两个字，你看今天两个字我怎么带出的？各位来，你念给我听，你念给我听。 今天两个字哦，九点十分哦，会员注意，十一月二十一号买回的六六六九的尾银，二零三零到二零六五，当时就说了目标价在二二三零到二二五零为短压，会员可以先获利出场，保留资金准备换股操作。各位看，今天带出了，我为什么要带出？我买二零三零到二零六五的呢？到今天我出到最高价，九点十分就在讲。各位你看，各位。 九点十分再讲哦，今天拉到最高多少？拉到最高二二四五是几点来的？是九点四十五分才来。九点四十五分才来，最高二二四五。各位你看，各位，九点十分就已经在讲二二三零到二二五零为短压，会员可以先获利出场，保留资金准备换股操作。各位，我赚了两百块。各位，我赚了两百块。九点十分就讲二二三零到二二五零一定会到。你看。 各位，九点四十五分，真的最高来到二二四五，全部出光。这出光之后，各位打到这里，打到最低多少？拉回到二一八零。各位，你帮我鼓鼓上好不好？你绝对不会看到一个投顾老师会像陈立豪一样准到这种程度，而且各位在电视上直接摆明的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什么叫做真正的 gas？什么叫真正的肯定？有没有看到？ 所以各位，真的，你这样赚两百块呢？你这样赚两百块呢，十张就好两百万。给台湾做股票，很多人、很多的大户都很臭屁啊！我有我有的是钱啊！哦，我干嘛干嘛？有的是钱是拎大位代级，听得懂吗？有是钱是你家的事,事,家的事情啊。那做股票你要像我们一样啊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认为你很有钱，你可以捐给慈善机关，听得懂意思吗？ 那很多人臭屁呀、啊！哎、啊，我赔我的股市，我没有一定要赚钱。我你进来股市没有一定要赚钱，你讲那冠冕堂皇的话干什么？你进来股市如果没有赚钱，你就干脆退出股市就好，去做善事，你就不要进来股市啊！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真的，你看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十一月十九号就跟你讲买为盈，对不对？还摆在车标上让你拍照存证。那各位到今天赚两百块，我还出到最高价，短线上是这样。 对不对？来回做金，来回做价差。那各位，我们出到高价，它拉回，我们要不要买？再拉回，我们还是买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来回做价差吗？各位再看看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看一张股票叫做红准，你看我十一月十九号红准是不是出赚了六块六块二？是不是出了？好，各位来，我出掉之后，各位我又买回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十一月二十一号。 十一月二十一号，我红准不是买八十一块半左右吗？其实我们买到的价钱是八十点五到八十一块半，全部都买，我都买回来了。那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红准赚九块六，第二次做红准赚八块一，两次加起来不是十七块七？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结果第三次就是刚刚我跟你讲的赚了六块二，有没有？ 赚这个六块二啊，啊加起来不就赚了二十三块九？那各位，我出掉了九十五块二附近，我全出了。出了之后，各位十一月几？十一月十九号出掉，对不对？出掉，各位十一月二十一号买回。那各位涨上来了没有？我买回之后，我在电视上还跟你讲，我红准还在。你看，红准还在。 十一月二十一号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十一月十九号买回，所以十一月二十一号我说红准还在。那各位，你知道今天飙到最高多少？今天飙到十一月二十五号，飙到八十六块半。我纵使八十块半到八十一块半买回来我一样赚六块。那各位来，你看看，你如果真的敢买，你又赚六块，二十三块九加六块，总共二十九块九一档股票。各位注意哦。 一档八十几块的股票来回做价差，你可以赚到二十九块九的价差。各位听得懂吗？我为什么短线要先出？哥，你看来，你看我成立好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跟？你看，各位，我今今天今天不是那个带出带出那个尾银了吗？有没有？十一十一月十九号买的，我是不是？哎、欸呃、我是不是带出了？那各位你看。 你看看这个，这这这这一通，这一通，会员看到了吗？上星期我们买的红准，买回来的红准，现在已经八十五块附近了。短线想出的人都可以自行决定。好，各位，我为什么八十五块以上又短线又叫出了？为什么？你看哦，注意看哦，各位，你看，各位，这张股票被我叫出之后，你看几点？你看几点来？各位，你看那个时间，几点？九点三十三分哦。 九点三十三分，我就说八十五块附近，你要出都可以出哦。各位，来到九点四十五分到九点五十分，九，各位就算九点四十分好了，拉到八十六块半。那各位，我叫出的时间点八十五块，你都要出的话，还有人可以出到八十六块半。那为什么我短线又要出？你看收盘，如果你不出，又收回到八十三块七。 各位，你这样到底懂不懂盘中四个半小时重不重要？你这样懂不懂？一个真正有实战经验的老师，是真的值得你们尊敬。各位在台湾做股票，不要去造假作弊，也不要去欺骗吹牛，就实实在在,在就好了。就真的实实在在,在就好了。做台湾的股票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你看看我车标上，我说买回尾银，你有相信吗？ 各位，我还打在车标上给你看，十一月十九号买回微银，各位，结果到了今天赚两百块，你看赚两百块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你看我我要我又在车标上，我要跟你讲了，哎、欸，不是讲说买回红准吗？有没有？刚刚不是跟你讲买回红准吗？那各位，你有相信吗？对不对？你看我说红准还在，结果到今天。 我全短线上又出掉了，短线上又出了，又赚六块。我一出，各位收盘收回到哪里？八十三块七，你看。各位，这个还叫做真正股市一流的老师。而且各位注意哦，我在手机上都给你验证哦，我手机上都是给你验证有时间的哦，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哦，跟那些。 跟那些收盘之后整天在造假、作弊、欺骗、吹牛的老师是两码子的事哦，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你要的是这种实战经验，盘中四个半小时能够带你带进带出的老师哦，绝对不是那种吹牛比赛的哦。各位，再来看华晨，你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总共给你看过几次华晨的 VC 啊四次，对不对？ 我不是跟你讲，我五百四十五到五百五买华晨，结果我带你出六百六十九那一天有没有？是不是出掉赚一百二十四块？打下来我是不是跟你讲五百五又买回了？你看今天来，各位今天收盘收最高收在五百六十八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你这样的老师你不跟你，你到底想跟谁？各位我没有骗你哦，你纵使跟到三大法人，你还觉。 绝对赚不到钱呢、哦，赚赚不到大钱呢、哦。你就算跟到三大法人、主力大户，你一样赚不到陈立豪赚到的这么多的钱，真的。因为三大法人、主力大户，在我的眼里就是这样而已，我没有骗你啊，真的。因为我懂得心理学，我太清楚他们在想什么。我在股市三十六年了，我在股市三十六年了。各位来看，你看。 十一月四号那时候买五百四十五到五百五，勇气霸气行动力，各、okay, 我都拿给你看了哦。十一月四号哦，我通通买到哦。我是八点十一分就在讲哦，结果盘中最低还打回到五四四，全部成交哦。那各位来，到了十一月十一号，我是不是全部带出了？我是不是全部带出了？我说再上去给别人赚，再给别人赚。那各位，我是不是赚了一百二十四块？ 十张一百二十四万，一百张一千两百四十万。那各位，我带出之后我说什么？我带出之后我说什么？我说拉回五百五再买，有没有？你有相信吗？啊，你有相信吗？我在电视上我不是讲的很清楚吗？我说我拉回五百五再买，不相信拿我拿给你看，给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哎，开玩笑。各位来，你看我怎么带会员呢哥，各位你看啊十一月二十二号礼拜五啊、哦。 九点五十七分，来，各位，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很奇怪，下来叫你们买都不买，拼命上去想要追。早上不是跟你们说一五一九拉回五百五附近，把握机会吗？各位，我很多的会员哦，很机车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叫他买，有时候新进来的会员，尤其很多新进来的会员，他不了解我做股票的方式。哎，我们出掉了，对不对？出掉了，哎。 他那一天想要去追高，我说不要追高，出掉就出掉了。哈、哦，还跟我讲说：“老师啊，如果上去怎么办？”各位还好，他听我的话，出掉就出掉了。结果你看喽、哦，出到六百六十九附近呢，赚一百二十四块呢。你看喽、哦，各位，我一大早就在讲了，我一大早其实就在讲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各位一大早双成有没有？哎，一大早一五一九双成五百五附近有没有？ 哎，没有买的人把握机会啊！各位，早上几点？八点零三分啊！哎，再看一次好不好？一五一九华城五百五附近没有买的人把握机会啊！各位，结果你看看，把握机会之后，第二通，第二通，我因为很多人不不大敢买，所以我就被我被我骂。我说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很奇怪哦，下来叫你们买都不会买，拼命上去想追。早上不是跟你们讲了吗？ 一百呃一五一九的华晨拉回五百五附近，把握机会吗？各位有没有来？你看，你看，各位，你看看上个礼拜有没有来？有啊，最低多少？五四八，最少五四八，收盘就收五五一，是不是五百五附近？各位是不是五百五附近？你看看是不是五百五附近？是五百五附近？是不是五百五附近？是五百五附近？是5 啊，各位，你看那天最低多少？五百四十八，收盘五百五十一，到了今天，各位五百六十八。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、欸，哎，不要把我跟别的老师比啊，真的，他们差我差了一大截呀、啊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到底难在哪里？难在你的心里面。 听到吗，各位 h o t to h o t 以心交心呐、啊。Shoulder to shoulder，听得懂吗？我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I am best of best，我是精英中的精英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，跟着你好，安心、放心又开心。一通电话，我帮得到你。 你没有电话来，我帮不到你了，真的，我帮不了你。你如果打电话进来，我当然帮得了你啊。各位，所以呀、啊，你看，其实哦，我说啊，天哪、啊，又来了，有没有？什么叫又来了？各位，我说天哪、啊，又来了，什么叫又来了？各位，又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又来的意思，当然就是跟你讲，我们出掉了股票，它又来了，拉回又来了。所以各位，一五一九的华晨呢？ 对不对？华晨啊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等一下，我找我等一下拿那个，我们一大早会员问我是老师是哪一只手哪一只股票，我等一下找给你看。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我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我就是这种个性。所以各位，如果像在的老师你都不跟，你偏偏想要去混吃等死，那我没有办法，我帮不了你。我今天就收到一个、啊，很可怜啊。 参加别的投顾啊，真的参加别的投顾啊，赔了很多钱，赔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，有上亿啊！那我也不知道了，我反正我我是觉得了哈，这他就运气嘛，你运气差你就没办法跟不到好的，那你现在运气来了，你选到了我，你就运气来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各位来。 我让你看一档股票，你看我车标上还有一档股票叫祥硕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记不记得祥硕？我们十一月二十二十一号买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买？我是不是十一月二十一号出掉了？我说你要有感跟行动力出掉，你是不是赚了一百块？是不是赚了一百块？各位，你相不相信？我又拉回又买，你看，我是十一月二十一号卖掉的、哦，卖掉哦，赚一百块哦。各位，你看。 十一月二十二号又买回，你看，我十一月二十二号又买回了，我又买回了，而且各位会员注意，五二六九详说都有成交，有成交放下个礼拜，我都有成交了，各位你看，你看五二六九，上个礼拜都有成交哦，上个礼拜收一六四零哦，各位今天马上一七一五，各位看到没有？今天马上赚钱。 而且各位，我短线也都带出了，你不相信对不对？你看，各位，你看我成立好多厉害，各位看看、啊、看这一通有没有？恭喜会员，温馨提醒：五二六九祥硕星期五买的，一六四零附近，现在一七一五附近的，短线上要出场的人可以自行决定，因为会员的资金不同，因此我会随时的追踪。各位又赚钱了，又赚钱了，各位赚钱有这么难吗？ 而且从头到尾手机给你验证，所以各位，你敢吗？十二点四十二分三十六秒，来到一六四零，而且那一天的收盘就是收在一六四零，你要多少张都有多少张。所以各位，十一十一月二十二号，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，各位，到今天马上赚七十五块，十张七十五万，一百张七百五十万，我的天呐！ 各位，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从头到尾在验证，跟其他投顾老师鬼打架的讲一些故事是没有，各位是两码子的事。你整天在讲一些基本面，整天在讲技术面，有用吗？进入台湾股市最重要的就是赚钱啊，而不是告诉你什么基本面、技术面的问题啊。 更夸张的是，五十七台、五十八台，那整天在讲一些什么产业面？产业对你到底有什么帮助啊？你在股市里面，你要的是赚钱，跟产业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很多人就是不懂这个原因，很奇怪，难怪在股市里面死了又死。各位跟着利好，安心、发泄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你记住一句话，你要的是赚大钱。 不是要学基本面，不是要学技术面，更不是要去了解产业面。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<music> 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，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龙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，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龙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 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。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顶业投顾，全心照顾。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 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观众，我刚刚说我拿证据给你看，对不对？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说大财神就是华晨吗？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跟你讲大财神？天哪，又回来了，有没有？那各位大家都买得到，你只要敢，就算今天你看呢、哦，就算今天好了啦。今天还有最低五五三，是不是也是在五百五附近，对不对？更何况上个礼拜我们五四八五五零就买了，收盘五六八。 哥，你看，我的会员问我，我的会员问我，好，来，你看，老师，请问，啊、哦，再请问一次，啊，你看，他他在问这个有没有？这只股票是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讲五一一五一九的华晨吗？有没有？早上八点五十四分就在讲，哥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、啊，人家怎么问我就实实在,在在怎么回答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 所以各位，真的，你在台湾做股票，你真的要很自然。很这各位，真的不要太主观了，要客观一点。你如果真的能够客观的话，你可以跟着我们一样，真的在股市里面真的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。各位，真的你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各位跟着厉害好,好吗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只要你愿意赚大钱，各位。 都来得及，最怕的是你连自己赚大钱的那意念都没有。那各位就退出股市，不要做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跟着利好安心办，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全国的观众，所有业务都在等，好吗？Heart to heart，以心交心呐、啊。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,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